今日哦，做欢迎会当请到这个咱前国防部长吼、哦、蔡明宪蔡部长来跟咱讲吼，迄、哦那个哦阿扁哦推力推入联吼、哦，啊到啊咱台湾边啊入联安尼吼。啊，咱这个蔡部长吼，伊、哦、是这个哦，台湾大学看到个毕业了哦，伊就去美国哦，啊，伫个迄个加州法学院遐吼，诶、哦，法学博士，啊，嘛搁伫个威斯康星吼，迄、哦那个气管硕士啦，然后诶，就啊文就啊，啊，这个今仔咱会当请到伊来演讲吼，是咱就诶足大影响啊，啊。咱知影，咱咱我用那个华语讲还是用台语？有好多客家朋友啊。安多总统一辈吼，就阿扁的总统吼，亲台湾吼，亲台湾的主权，亲中视啊，吼。咱知影讲，顶届个甚至政经现实批来对哦。如果这四位总统你有在投票的机会的时候，阿扁总统的得票呢哦是啊、哦、其他三位总统加起来哦的三倍哦。所以从这一点我们就啊、哦、知道说阿扁总统啊、哦、让我们多么啊、哦、怀念多么啊、哦、感激啊、哦。那我们也知道说，台湾哦要加入联合国，这个哈、哦、是不是很重要？哦，从2007年哈、哦、那个阿扁总统啊、哦、力推这个啊、哦、台湾入联，在9月15号啊、哦、在高雄办了啊、哦、游行哈、哦、有30万人来参加，哦，然后呢啊这个我们继续啊。哦那现在我们还有一个入联大联盟哈、哦，那除了啊联合国协进会哈、哦、以外，我们一直在做这个啊、哦，我们这些本土社团的哈，嘛伫伫咧做这哈、哦、台湾哦加名这联来入联的这个代志哦啊，两千共十六年哦，那这是台湾哦一个啊、哦、一个很好的机会哦，张宇伟翠衣。川普接到这个哦，蔡总统的电话的时候，伊讲伊的称呼是哦，台湾总统啊、哦，这样子。那我们在国际上消失了37年的台湾哦，再度哦跃上国际媒体的版面头条哦，而且这个热度有2个多礼拜哦。那从这个川普再提到台湾啊，这样哦，那。川普也开始啊、哦，在啊、哦、和他的幕僚也在检讨说啊、哦、一中政策啊、哦，这个啊、哦、本来啊、哦、以前40年以前的哈、哦，美国是啊、哦、联中制俄啊、哦，后来苏联解体以后啊、哦，那个中国就慢慢的强大啊、哦、啊，我们大家希望他能够他的啊、哦、生活改善之后能够推动民主，但是。并不是这样子，中国不但没有推动民主，反而啊更加做出这个啊破坏世界秩序的动作啊，所以川普就感觉到说，那个中国的啊会控制汇率啊破坏世界的经济啊，中国的关税和南海扩军这些啊都是啊严重的啊破坏社会世界的秩序。也夺走了美国人很多的工作机会啊、哦！他这样一比较起来，过去美国一直在中东那边啊、哦、发挥军事，伊拉克啊、哦、伊斯兰教的啊、哦，他是觉得不如啊、哦、来啊、哦、加强这个啊、哦、亚洲的各自的关系啊、哦、啊，所以这样子啊、哦，川普的12月2号的这个说啊、哦，引起了世界的共鸣。12月28号，日本也宣布说。讲今年开始，啊、交流协会改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啊、也是给台湾证明啊。英国在2015年5月的时候
也把台啊，他改成台驻台湾办事处哈。那世界上的强国都一直相继给我们证明哦，这样，这是我们台湾的机会哦。那我们证明以后，我们还当然我们的宪法啊，他那流亡政府从中国带过来的这个路线是不适合我们台湾，所以我们要啊再自新宪啊，然后我们也接着要进入联合国，用台湾的名义进入联合国，因为那时候阿扁总统力推啊入联是啊台湾入联这样子，啊阿扁总统也写了信给联合国啊，那今年去年九月初的时候，我们进入联合国协进会呢哈，我们蔡理事长哈，他带领这些要到联合国先拉团啊去拜我的朋友啊民进党的时候，那时候副秘书长李俊毅啊就说这个是非常重要他也会很相当的赞成啊，但是后来李大为那边啊就反悔了啊，这样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失望与愤怒。那入联啊之后呢，台湾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一个正常的国家。那时候啊，我们就不怕我们的二邻居啊。那时候我们台湾的经济啊，一定会再度起飞，因为我们 MIT 是大家都都非常欢迎的产品。这样子啊，台湾变成国际正常的国家，我们能够加入其他的国际组织，我们的产品、我们的经济才能够发展，这是我们台湾永久安身立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请到蔡明宪部长来跟我们讲。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就是蔡部长他说他大概讲40分钟，剩下的时间我们 Q&A 我们那个大概12点结束这样子哈。非常感谢大家长期对阿扁总统对台湾的关爱是支持奉献，我们要走的路还有不止一里路我们还要更加努力我们希望我们现在的政府在国内都完全执政能够做出更多的事情我们台湾能够走。那我们现在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蔡部长。周德霞凯达格兰基金会当属哈我是咱当下北社的社长哈张业生律师哈杨英。我需要请来甲大家来分享这个题目。我要讲的题目就是对阿扁总统伊任内，伊杀台湾要加入联合国入联，甲即马咱要哪有效实际用行动来杀台湾加入联合国这个运动？我讲运动，因为这条路。不是讲咱杀，明年后年的，咱就会当加入联合国，可能是爱5年、10年、20年，甚至更加久。咱台湾国家要来加入联合国，这条路可能真难，所以咱就爱从运动的角度，台湾人民，咱这代，咱的后代，这个角色。台湾要成做一个新制独立的国家，还是国家要来成做正常加入联合国？这条路要怎走？我去年呢，2016年九月，代表台湾联合国协这个协进会台湾啊。45个人去纽约甲华府去推动即个台湾加入联合国的宣达的工作。
啊，我要去以前呢，啊，我甲台南的所有遮个东港事呢，我联名写一张批，吼、哦，迄当时联合国的秘书长潘基文秘书长，伊即马就来啊，好、哦，对今年正月初开始呢，有一个葡萄牙的前外交部长。啊，接任新的联合国的秘书长。我去年八月底先写一张批，因联合国的大会伫九月第二礼拜因正式开会，所以阮要出发前，嘛是联合国要开会以前两礼拜，还有呐，由我出名，啊，罗英根牧师秘书长甲所有的党干事。联名，我写一张批给潘基文联合国秘书长，表达台湾人民要加入联合国的决心。我提出五个理由：台湾人民是安那要加入联合国。第一个理由，我讲这张批内底，我讲联合国的宪章的第一条和第二条。讲联合国支持世界的人民，无分族群，无分地区，无分皮肤的肤色、宗教信仰、文化种种的背景，联合国支持，嘛赞同民族自决的原则，人民自决的原则。这是联合国宪章的第一条，第二条就是讲联合国宪章要求所有的国家用和平解决这些冲突、这些意见不相同的国家的代志，和平的原则。所以台湾人民同意。联合国宪章的第一个条、第一个原则和第二个原则，就是民人民主权的原则；第二就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国际争端的这代的关、的基本的原则，这是第一个。第二，我讲联合国在197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2758号的决议文。内底有决议讲，伫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取代蒋介石所领导的中华民国的代表团，伫联合国安理会、安全理事会甲联合国设处。但是2758号的联合国大会决议文，并无讲。台湾是中国一部分，更加无讲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台湾人民。所以，根据联合国宪章民人民主权的原则，台湾人民被加入联合国。第三个理由，我引用台湾去年六月台湾民意基金会的统计民调的结果。84.8%的台湾人民同意从台湾的名加入联合国。84.8%的台湾人民经过民意调查通过要求要加入联合国。第四项，就是台湾人民，台湾不是中国一部分。台湾不是中国的一省，台湾人民要要求独立，台湾人民要求台湾加入一个正常的国家，所以台湾人民有遐尼高的比率要加入联合国。虽然中国一直反对，所以在国际发生。台湾是已经是一个有资格的一个独立的国家。
普地人民政府甲主权。第五个理由，虽然中国反对台湾加入联合国，重视台湾人民相信台湾人会当顺利加入联合国，做加入一个会员的时阵，台湾人民、台湾的政府愿意来付出、来贡献、来帮助世界的民主、世界的经济发展，会当贡献加入一个有责任，而且世界联合国。一个职员，一个国家，所以阮这个批呢，寄去。虽然这个批呢被退回，潘志文伊个办公室看到迄卡吼，台湾啊，台湾加入联合国协进会吼，伊就甲摕落倒来。总是阮事后嘛经过透过美国的律师，透过美国的台湾人。当一张台湾人的批，所以你要加入来，我一张批呢，啊，从 email， 从电子邮件送给潘志文，啊，我相信这张批潘志文拢看到，因为也无够难退还啊，因电子文件去就是一定要收到，所以这点我要甲大家啊报告这件代志。对这件代志吼，来讲甲讲，咱台湾要杀入、要加入联合国这条路，过去是足拍拼，也嘛做足济。我想上早，伫台湾退出联合国，1972年通过这个2007-08号的这决议文了以后。就该就的政权的所谓汉罪不两立，要投票以前，因就退出联合国，所以让中国会当正顺利来取代就该就的中华民国，入去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跟联合国。所以迄个时阵虽然是美国的政府，包括以前的老总统布希总统。甚至过五年派人来台湾，甲蒋介石讲，讲安尼啦，世界潮流，恁中华民国伫联合国已经徛袂住，当年你投票，迄个数字拢拢伫对台湾不利，所以美国政府一直希望讲，甲蒋介石要说服蒋介石政府讲安尼，双重代表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入去。安理会甲联合国，重视中华民国这个名，甲改做台湾，改做台湾，正做联合国一般的会员国。但是蒋介石听袂落，蒋介石听袂落，所以就退出。啊，所以蒋介石会错过一步呢，互咱安尼这几啊十年来，伊也伫努力，台湾要加入联合国。台湾要加入国际组织，拢受到足大足大的阻碍，啊，这是咱来承担，咱来勇敢，有心来继续来杀。啊，这中间呢，这二三十年中间呢，真侪人拍拼。我会记哩，我当初呾我突破黑名单，当来到台湾的时阵，蔡同英。咱回去啊，咱大家做善良就朋友，推动台湾加入联合国公投的这个运动。伫台北，我想大家有参加的人吼，差不多可能话那是10-20万人。伫高雄迄场，我有参加，迄可能是超过20万人。伫台中。较少人，总是嘛跑5万人。伫高雄、甲台中、台北这三场，我拢参加过。感觉到台湾人迄个时阵，讲起来即嘛话差不多20年前啊，迄人足热情，伊啊硬咧，台湾要加入联合国，二人公道，
所以你气势足好。李秀莲副总统伫迄个时阵，伊当伊做立委的时阵，嘛去联合国，当年连续六七年拢伫联合国开会时阵呢，去遐组船，台湾要加入联合国。伫迄个开会期间呢，迄游艇呢，哈 ，ferry 哈，拢伫迄个联合国边个 Hudson River 伫遐哩行，甚至做一台气球，空中的气球，伫遐讲 UN for Taiwan， 都拍拼。阿扁总统伫2007年。马上就由代表台湾总统的名义，马上配合潘基文，你哪知道潘基文呢？秘书长联合国秘书长做啊，做联合国红酸的秘书长，马讲台湾要加入联合国，讲几点理由，其中包括我多讲迄五点理由的中间的几点。阿扁总统在2007年。正式总统的名义向联合国提出申请，但这张批嘛是去予潘基文办公室摕到倒来，所以阿扁总统嘛一直伫2004年，伊要连任迄一年，应该记得无？伊提出台湾加入联合国。的公道，甲总统要连任，同时提出公道的诉求。所以，迄一年大家拢有去投票，拢会记。除了选总统以外，佮台湾要加入联合国公道票。啊，国民党迄个时阵听讲，那过的时阵，所以伊嘛佮提出个公道，我听讲从中华民国重返。联合国，这两个公道案，拢同时甲总统票做伙做伙发。这两个公道票、公道案，诶，投票率，去投的人诶90%，拢赞成台湾加入联合国，也是讲从中华民国重返联合国，通过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的比率更加高，超过95.96%，拢赞成。就是不停就是公道法的门槛太高了。虽然是有去投票90%以上拢赞成台湾来加入联合国，就是迄个500万票，迄个票呢无够台湾总公民票的一半。台湾有2300万的人口，公民会当投票的公民，超过1300万，1300万，所以1300万的半票就是按650万票，啊，你实际去领票，所以门槛太高，所以无通过。虽然是去投票人超过90%拢赞成，但是迄个门槛无过，足可惜。啊，咱希望讲立法院呢，伫民进党绝对多数的情形下，伫后个会议就是要过来的会议，会当通过所谓的鸟笼公投的修正，从迄个高门槛啊降落来讲，讲少还是3/4就都会使，还是相对多数的。美国的公投，世界公投话就是，你呐去投票的人较侪，也得通过。所以咱未来呢，那公道法会当修正了以后，咱要安那从台湾加入联合国，迄、那个公道是咱要爱做的足重要的一步。咱未来公道法希望讲明年总统选举的时候，不是总统，县市长选举的时候，会当提出台湾加入联合国的公道。我相信一定通过，因为甲80%+的民意调查的结果表示，迄是超越党派，超越民进党、国民党，
这的民意拢赞成台湾发展来讲，比率才唔遐尼高，敢是？所以我对这我要甲大家讲，阿扁总统过去伫任内足拍拼很少。蔡同英前立委吴秀莲前副总统啊，即摆咱足侪人嘛伫斗相，但是这条路是真坎坷。蔡英文总统昨伫萨瓦多的一个记者会，伊就讲台湾要加入国际社会，这条路要真坎坷，就是咱爱坚持，咱台湾人民一定爱加倍来坚持，台湾要加入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所以这点呢，我要跟大家讲，咱未来要怎么做？咱过去一二十年来滴滴杀，要怎么做？较友好，较会当得到即个美国、日本、全世界多数的国家来支持台湾人民的，要加入联合国迄个愿望。的骨子，第一项，咱来继续透过台湾人民的表达，要加入联合国，的这个公道，我都有讲过，虽然是民意调查有84.8%。讲诶，民意调查，讲赞成台湾人民加入联合国，就是，乃当透过正式的公投、公民投票通过，啊，这是台湾人民真正的民意，咱会当向美国、向日本、向全世界，甚至向中国，阮台湾人民60%、70%、80%、90%的台湾人民希望台湾加入联合国，你反对还是要安那？这是台湾，这是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当然是。所以这点呢，咱来从紧来杀，啊，要杀的方法就是要修改现主席鸟笼公投公投法，把一点门槛来降低。啊，所以这点呢，咱来继续来做。我会记得我昨昏看电视吼，那个民视啊，昨日伫台中办一个会议吼，啊，咱新的董事长郭培鸿董事长伊讲，后年啦，2018年吼，明年吼要设一个台湾独立公投，我是足肯定嘛，足吼啊，足佩服，总是哪会当，我若中国。台湾加入联合国公投，这是比较的更加好做，会当更加紧得到台湾人民的支持，更加容易来说服美国、日本、全世界国家，甚至中国来讲台湾的民意就是安尼啊。我去年带30-40个人，咱就。热爱台湾、认同台湾、希望台湾加入联合国这些朋友去到华盛顿、华府，去拜访7-8位美国的众议员和参议员。啊，这6-7位后，共和党啊、民主党的国会议员，伊讲，拢差不多一直讲讲，美国国会支持台湾加入国际组织。不是跟联合国，包括 WHO， 包括国际民航组织 ICAO， 包括世界的气象变迁的一个组织，联合支持，甚至于国会提案支持台湾加入民航组织，台湾加入世界的警察组织 Interpol， 啊，拢美国国会拢通过啊。所以美国的政府
虽然是因为一个中国的政策也无法度公开来讲支持，就是伊个国会坚决的支持台湾加入国际组织。就是我嘛要甲大家提醒，去年九月，我去拜访其中一位对台湾足关心的一个国会议员，伫俄亥俄选出来国会议员 Steve Chabot， 伊来台湾几啊年，妈妈去甲中台中刚刚去探望阿扁总统。Steve 上过国会议员，我去伊个办公室来拜访的时阵，伊就讲讲，伊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一个我的团员，基督教会牧师、女的牧师，甲问讲，用英语甲问讲，国会议员 support。你有赞成台湾总统的名字跟你们说，你说有啊，本来是那种台湾，台湾是你们的名字，就是这个美国国会议员小波跟我说，不过你们的政府啦，过去在国民党的时代，现在在民进党执政的时代，毛泽东请你是台北中华台北，他说他不了解，是啦，即马恁台湾的政府嘛是总强是台北，你参加 WHA 啊，你会记恁作为你的同行诶，伊啊你讲强是台北，美国国会议员小莫就敢讲，恁台湾的名，恁台湾叫做台湾啊，足水的名，已经叫做佛摩萨，但是伊未了解恁的政府。那一种强是台北，你讲强是台北，对恁大人讲起来，一几万的兵，对恁大人讲起来，是种，伊讲这是一个 insult 英语叫台湾，迄北京语叫做侮辱啦 ，insult。恁咧台湾种大人名，啊恁政府种强是台北 ，it is insult。哇，听到台湾呢，他讲打袂起来，所以这点咱等来了以后，我有甲外交部长讲，李大伟讲，啊，我嘛有伫媒体正式呼吁蔡英文总统的团队，今年2017年 WHA， 今年五月七日要阁开始啊。李日内瓦，千万安尼，林作人部长吼，希望台湾了，别了我唔知影啦吼。咱的卫生部长、卫福部的部长，莫阁去遐见笑话，阁从前台北讲到嘴角全破，啊，毋是干呐讲一遍，前台北讲四五遍，我听了到底，我是看着电视，我讲，人美国。国会议员，遐尼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啊，竟然恁家己的政府，所以我拜托咱赞助大家。下批，咱有机会吼，就咱这社长，那有机会吼，拜托蔡英文总统，拜托李大伟某个总统台北，伫国际上，人美国总统就讲蔡小英总统是台湾的总统嘛，对不对？啊！你家己各种钱台币，你做一个大人敢有尊严？无啊！我已经作这正式，甲李大伟部长讲，你明年吼，今年啊，我因为我等下了，伊请阮这团员去外交部啊，去遐讲话。我讲千万你明年啦，我就伊若要去遐吼，作钱台币见笑人，我真正要抗议啦。所以我拜托大家，这是咱的当做，下回。在公开场所，甲李大伟蔡英文讲，某个总裁台北，虽然总裁台北，中国无欢喜，啊是咩啊？咱点点蔡英文点点，
中共啊，近两三礼拜安尼，甲咱扩装飞行器、装航空母舰，甲咱恐怕甲咱威胁啊，千门百户啊，敢是？中国对台湾是软糖成分，因为我过去伫讲，我知影。咱若扮硬起来，咱虽然是甲中国的关系已经较差煞，就是咱有咱的做法，有咱的立场，有咱的尊严，有咱的坚持，敢是？今日对我讲起来，咱的政府蔡英文总统也愈软吼。中国来吃狗，这是必然的嘛？所以这点我嘛希望讲，咱的政府吼，蔡英文总统，甲林全政府，会当搁较坚持，搁较积极，搁较勇敢打出来。所以这点呢，我嘛希望咱大家民意的支持太重要，咱来吼。蔡英文总统知影讲，台湾的民有84%，甚至90%的人要从台湾的命，这是现状嘛？敢毋是？所以这点呢，咱爱发声，爱坚持，爱坚决。第二个做法吼，我都已经讲了，就是咱来要求咱选出来的立法委员，不管是民进党、国民党、台联。也是时代力量，希望修改公投法，了以后真正推动台湾加入联合国的公投，这公投希望伫明年2018年县市长的时阵做当公投。若有公投，若100%，卖讲90%，若有60%、70%。通过讲台湾加入联合国公投，咱就足好讲哦。恁若出去，咱若搁出去甲美国国会议员吼，啊去甲日本、去澳洲，办个公投结果嘛。英国要脱离这个欧盟，因去年嘛是一个公投啊，差1%，差2%，人赢，啊赢就是英国是要离开欧盟啊 ，European Union 啊。英国人民安尼表达，你欧盟的国家嘛要接受啊，这是民主政治啊。所以咱台湾人同款，讲要加入联合国，啊，台湾加入联合国就是来确甲全世界讲，台湾就是台湾，台湾不是中国一部分，敢毋是？台湾人加入联合国，讲到通过就是表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因为联合国要伊去做会员，就是。一个先决条件是，七个国家就是已经独立的国家，所以太重要了。这是我希望讲，咱唔能干那讲，互蔡英文、互外交部长压力以外，爱互立法委员知影讲，这个公投重要性。第三项，咱爱要求外交部长。咱来要求蔡英文总统，伫今年联合国要开会的时阵，到月要半年的时间，到月要长少7-8个月的时间，由总统，由蔡英文总统正式写一张批准，啊，变成2027年下批予潘基文同款，由蔡英文总统，还是外交部长，正式下批予新的联合国秘书长。讲台湾人民透过公投，还是台湾的人民要加入联合国，愿政府正式申请联合国的会员国。当然通过未通过，咱唔知，因为中国一定反对。就是咱来由总统。由咱外交部长代表台湾人民正式向联合国提出申请，要加入联合国的会员国，这是太重要。我讲一个吼，甲何必祥迄个，他说10年前，
英国剑桥大学一个国际化足出名的学者，就是 James Crawford， C-R-A-W-F-O-R-D， Michael Crawford， 伊伫出版了一本国际化的一本教科书，足侪你全世界的法律系拢爱读的一本册。这本册内底又讲足侪一个国家成立的条件，啊，一个国家要受承认的条件。伊讲除了人民土地政府主权这个传统的国际法要成立一个国家的条件以外，佫较重要，就是伊所代表的政府啊，正式向联合国，啊，是向国际组织讲，阮这个国家要加入联合国，也是国际组织，啊，向我正式表达出来。啊，伊讲台湾到即马无被承认的理由，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虽然台湾的名义，台湾人作者讲台湾就是台湾，中国就是中国，一边一国，正是。你的政府无正式向联合国提出讲要加入联合国这个诉求，这是他十年前，这个英国的国际法的教授提出来，伊为了台湾声讨意义十个，讲台湾有够资格做一个国家，不过伊安那判决，其中一个就是讲，恁无向联合国向国际社会讲。我没家己在哪讲，所以等伊这本册出来了以后，我想台派学者都甲阿扁总统讲，所以阿扁总统了解这了以后，伊就是2007年，九年前这本册出版了以后，伊正式向联合国秘书长提出讲，台湾要申请加入联合国。所以同款啦，其实阿扁啊，2007年七月伊就提出这个诉求，这个申请。所以我同款，十年了以后，咱足谦卑，莫见怪，希望要求蔡英文总统甲外交部长会当伫今年的七月八月，联合国的总务委员会。你讨论讲议案的时阵，都爱正式向联合国提出台湾要加入联合国这个批准申请书。因为你若无提出的时候，台湾的邦交国哪会当替人讲话？你家己若无主动来提出，美国、日本人要哪替人讲话？所以老实讲吼，我去联合国的时阵，我已经去联合国去几啊遍，过去这三年我拢去过。过去伫阿扁做总统的时代，因为阿扁总统积极，所以联合国这些友邦国家虽然是台湾加联合国友邦的国家，差不多20几国尔，差不多要20国，每一国拢伫联合国，你开会上替大家讲。但是马英九总统的时代，过去这八年，老实讲，联合国友邦的国家替咱讲话，跑到十国尔，寥寥无几，啊，拢遐小国的。我感觉讲，心肝足艰苦，外交部门。嘛无尽力啦，我嘛甲李大为部长讲啊，啊过去是安那有20几个拢替人讲话，即嘛现在剩10个、12、13个替人讲话。伫南美即嘛同款啊，过去我嘛去南美即去2遍啊，2、3个替人台湾讲话尔。表示什么？表示讲咱外交部无积极啊，
所以第三个诉求，咱就是政府对总统伊个意，以下咱要积极提出申请，由外交部甲即个咱友邦个国家，包括无外交关系美国、日本，甲因拜托，伫联合国、伫了咧种个会议内底替咱人讲话。啊，变做总统个时代，那是讲，你哪知道？台湾还没入去 WHO 世界卫生组织，但是我想说你做助理的副代表，知道说阿扁总统希望我们可以加入 WHO 做那个观察员，不是会员国家观察员而已，我们就要去跟美国卫生部长，去跟日本的卫生 部长，欧洲的国家，这欧盟国家外交部派人去甲伊说服，拜托伫 WHO 大会中间替人讲话，所以人中国压力足大诶。所以尾仔两三年了以后，才互咱总入去 WHO， 但是伊管 WHO 吼做咱诶观察员，实是上咱无法度接受诶啦。但是卖叫欢喜甲讲，这是一种突破。当然，加入 WHO 世界卫生大会呢，甲一般的所谓观察员无相像。咱的所谓条件是，毋是是由秘书长 WHO 的秘书长，就是香港的中国人的医生，下边互咱台湾的代表，台湾的代表团是得到联合这个中国的一个中国的原则之下去参加的。马英九欢喜个，那是讲我是足无欢喜。世界航空组织伊客户嘛同款啊。咱三年前需要请马英九总统的时代，嘛是一个中国同意中国原则之下去参加，敢有尊严？无啊，今年中国就歪参歪歪，互咱伊无同意。这个蔡英文总统的代表去参加世界银行组织啦，所以今日咱台湾的处境是安尼，所以我嘛吼、第三个诉求就是希望蔡英文总统爱积极爱坚强，我今日都有所作为啦，如三省。你是跟他嘴讲哦，咱都爱坚持啊，咱都爱啊，咱爱吞论，咱爱有善意。啊，中国都无无你甲你信到这个物件啦。当然爱有付出，爱站起来。啊，所以这点呢，这是我啊第三个诉求啊，希望咱做回来做。想过一项啦，吼、哦。嘛，不是想过一项啦，是讲我今日要甲大家拜托，甲咱做回来做。那希望当年哈，这个张业生社长我嘛，去年我比人家讲嘛，要就伊啦，啊伊足关心的，啊我今年哈，嘛比照顾我一人来参加，恁的桌顶哈，台湾人拢有今年的几月、五月，啊今年九月，今年五月去日内瓦参加了 WHO。的大会，今年九月是要去纽约参加联合国的大会，邀请较侪来参加，来表达台湾人的声音。我是讲吼，这两年我带团去纽约吼，去遐游行啦，去遐演讲啊，去遐游行啊，对联合国的头前迄个公园遐吼，游行到时代广场纽约。像中心讲的四十二街迄个所在，拢超得两三百人咧游行，两三百人、三四百人。但是比较阿扁总统迄个年代啦，阿扁总统，你做总统的时，每一年去联合国，去啊集会游行，唱下讲台要搞联合国。我到三千人、四千人、三四千人，
啊，三四千人吼，纽约市的警察就骑迄机车吼来开路，伫迄美国第五大道，伫 Madison 伫四十二街，规个路拢封起来，因为三四千人伫游行的时候，美国的咱中国先生许可，所以美国警察拢来以示特殊。足济人，你看台湾啥物感觉？有三四千人，马英九时代就无啊，马英九时代就无啊，两三百人。去年咱执政了以后，蔡英文执政了以后，有较济人跑到三四百人，但是比较阿扁啊总统迄个年代，已经是差别十分之一都无够，是安那？美国人嘛，你讲 why？ 啊，你人呢？较早有三四千人，啊，即卖才剩几百人尔。是毋是你台湾的人民已经无一个心啊？无从台湾家己的国家做一个重要议题，啊，像我嘛讲袂出来，我嘛讲袂出，我安尼吼，那台湾人每一年是安尼，哈、啊，要去组团组到袂成。如言小讲讲，上少十六个在咱组团，啊，去的费用一人十万块，我家己爱交呢。我家己爱交，虽然是我讲补贴一束啊，但是这钱拢我来出啦，家己去买飞机票，家己去住旅馆，家己食。啊，这人也是讲的，我去的人拢毋是好过的人呢，拢像你这样，你送我，我送这。还要去借钱来干去，所以我刚刚就讲，咱家己爱觉醒起来。台湾要加入联合国，台湾要加入世界组织，这些物件，咱家己若无站出来，如三线积极的作为，也是讲的吼，那美国人嘛讲安尼尔，啊，过年的政府总强台北、中华台北，我刚刚就讲，当然吼，若要强爱。啊，主桌住住人住，把人家也给他们帮张，好、哦。啊，这是我要甲大家吼、哦、来授课，来反省过去咱做假些，啊，咱过去嘛做无够的所在，好、哦。啊，时间太晚久啊，啊，差不多啊，哈、哦。啊，我国家这个所在，啊，重视。最后我办法要讲。我听拄啊记者啊，临时的记者有甲访问一段吼，伊咧问讲，哎、欸，啊，即个川普总统起来了以后，拄啊哈啊，张社长哈啊，今日诶主持人哈张业生啊，这个社长嘛讲，川普起来了以后，对咱台湾的影响甲冲击是伫什么所在？我甲媒体讲，吼、啊。这是一个机会啦！川普起来了以后做总统，伊接蔡英文总统的电话讲啊，多谢你台湾的总统蔡英文总统。美国国会伫顶个月通过美国国防授权法案。The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第一遍，美国伫1979年甲当届第一遍，美国国会从绝对多数通过这法案，然后奥巴马现任的总统签署生效的美国的一个法律，这个法律讲，美国要提高美国国防部五角大厦。甲台湾来访问台湾的城市，较早小将10000以上的人拢袂带，即马10000以上的将军，美国的将军拢会带来台湾访问。同款，过去美国助理部长以上的人袂带来台湾，但是即个国防授权法案通过了以后，美国。各方助理部长以上的官员，拢会使来台湾访问。这是一个突破，
是一个美国改变过去三十几年来一个中国的政策的方针来足大的突破，打破这个美国甲台湾的现状。所以我阁甲伊提建议，伊讲啊，你台湾要哪做？我台湾要把握这个机会。既然美国川普总统虽然还过几天才要上任，就是咱来把握这个机会，因为这个机会无把握，无把握是可能够等个三个月半年都无去啊。所以我建议讲，蔡英文总统、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台湾呢，一定伫最近的将来来提出积极有所作为。所以这是一个机会，甚至外交部透过驻美的代表处向美国国务院提出修改美国对台湾政策的guideline， 就是一个红主针啊 guideline。这个guideline在1994年到现在已经32年都没修改，包括说台湾5个 A 卡的总统以下不能去美国华府去访问，不能。现在我们希望我们外交部正式积极跟美国国务院来协商来修改这个法案，所以这点呢，我也希望说川普起来了以后，这个记者又在跟我们说川普起来了以后，美国的一些人在烦恼说美国为了美国自己的利益，是不是会出卖台湾做一个跟美国跟中国谈判的筹码 bargaining chip。 我说这是看台湾自己的有跟美国沟通吗？你只是怕说中国会反对美国跟台湾会更好的关系，你自己怕不好，你自己有所作为跟美国国务院说我们台湾是民主的国家，民主的社会，希望我们的总统、我们的副总统、国防部长、外交部长、行政院长可以去美国华府正式访问，敢不可以？所以这点呢，我们如果积极表达我们台湾的民意、台湾的民主的主宰，民主政治是台湾相对世界上大的资产，所以这点呢，我也希望我们大家做回来做，好，不要说只张业生跟我这样，如果要去入念或是要去华府，有联合国选的团队来讲友啦，讲拜托。所以我们自己，今年快到这样，350个人，那些你们桌上那些就是报名单，你说这个台湾当年在做，陈良志教授是这台湾第一任的会长，他最近也写一本书，美国、台湾跟中国在国际法跟政策上的这个关系，所以也希望大家来做一下打拼。我自己一个实在是有限，我自己一个在嘛，透早7点外就去坐车，再坐高铁站，搁坐来到遮，再搁坐。我嘛是拼干的，我是退休的人，你也未退休嘞，我已经退休啊哈。我嘛是拼，老也嘛爱拼，哈。我唔是倚老卖嘛，我是讲咱台湾人哈，就是爱骨气，爱坚强，爱站出来，哈。所以这点我讲啊，这所在接受哈，也咱大家咱来交换意见。我们就要听大家的指导，好，然后好，多谢大家，谢谢。大家互相并排，相信。今多谢咱蔡部长、蔡理事长，长期对这个台湾家庭这两个的贡献加这个努力了哈。我记得在2008年，陈总统有下配合这个潘基文，会有退回。
2008年三月时阵，咱台湾吼啊，迄当时民进党执政的时阵吼，民进党的党主席刘锡坤吼领先吼，啊提出一个公投，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那在啊，迄当时的公民数是1000，差不多730万左右。要通过五十趴吼，要820万。那迄边吼投票是差不多是620万左右。投票率差不多是35.7%，不到36%啦，哈。啊，但是迄个同意票吼，94%。啊，当迄当时，我是想讲，如果我是潘基文啦，我讲啊，台湾要加入联合国应该啊，可以啊，但是要先回去问问你的人民要不要，问问你的国家的名称是什么，这个重要。你也无一个人民同意啊。投票率36%的时阵，你都无通过，要哪加入联合国？另外就讲，到底用什么名要加入？因咱可惜台湾即目前的名就是中华民国，哦，啊对外名来讲是中华台湾，对外蔡总统讲就讲，这基本上是见笑的代志。但是台湾人，还是讲台湾的政府，赶快来接受。所以我认为讲，咱即马整个的这个时空背景完全不同款啦，国际局势对台湾真有利。啊，但是这是好机会，但是咱要有准备。所以我同意讲，咱这个蔡部长讲的吼，应该在2018年，民间来推出一个用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连续通过了时阵，咱相信配合2008年的连选举来进行，咱准备嘛，准备差不多2年左右。如果你也讲我到1000万人投票。有够多够拍人，拢同意要用台湾加入联合国，我相信有可能啦。因为咱即摆目前民意调查，将近84%拢同意嘛，拢认同台湾应该是啊加入联合国。你若我都透过用公投啊，真侪拍数来同意的时阵，用这个名义逼政府、率领政府来正名了，用这个名义申请加入联合国，我感觉机会就足大啦。你若无一个民意展现的时阵，甲人民意调查是其实一般吼，较无多得到世界，也是讲真国家的同意。你只要公民投票，有1000万票同意，咱相信那是展现台湾真大实力啦。安尼咱有可能吼，利用这个机会准备年外来进行这个投票，我感觉那是爱做的。所以咱期待讲成立一个这个推动小组，因为时间吼真紧啦，现在袂足紧。你若无准备的时阵吼，世界对待有利，但是咱又流失这个机会，多谢。大家拢真爱台湾，啊，情况是拢差不多啊。你贵姓啊？啊，我是28牺牲者的家属，啊嘛是同事。我姓宋，宋人。我1993年是台湾大学毕业。啊，即个我这个签证是两点。这讲算啊，讲的时间是按这个就是讲好讲。啊，第一个是你这只我叫你讲讲。人民的公道啊，创啥物？迄个力量啊，较上，我家己看啦，较上起码从政人员哦，双向国际上的双步，阮台湾即个改造，中华民国提调变做台湾的总统，台湾的政府，吼、哦，啊个第二点，蔡总统咧推行讲。这个司法改革啊，啊，这真重要。这司法是国家正义最后一道防线。伊讲80%的人民无相信司法，这个、国家一定一卡一条。国际人来讲，啊，恁国个内底都乱，伊那无司法啦，伊哪有成一个国？啊，所以咱为这司法改革来进行，这嘛真重要。啊。我把这重点讲安尼就好，啊，真济啊，大家伫发言，啊，多谢多谢，好，多谢，李顺啊，大家好，我蔡部长、张沙长，各位大家好，台湾各位好，大家好。
大前一年哦，我有跟那个蔡部长，到纽约华府费城，那个我制作了一张英文的标语牌，第一张就是 We Taiwan Need， 我们台湾人 has 100% right， 有100%的权利 to enter UN by the main gate， 从正门进入联合国。第二张标语牌写的是 The whole world， 整个世界。A moral job， 道德的侏儒 ，to succumb to the threat of China， 屈从于中国的威胁。现在对台湾唯一的威胁就是中国，还有我们国内的中国国民党，一直阻止我们台湾呢，就是用我们正式的名称。我们进入联合国呢是大家共同的愿望，可是我们联合国协进会，成立大概十几年。会员呢还是不多，我觉得呢，我们可以在国内发起游行、演讲，造成风起云涌，并且在美国、欧洲或者是日本或者其他国家，也发动这种等于是诉求，我们诉求世界的良心，让我们台湾。堂堂正正的进入联合国，谢谢。那个李社长哈，两年前，2016年的哈，九月，李社万纳他的万纳他的20多位哈，去纽约，去华府参加那个。UN宣达团哈，他不仅哈热心，家己出钱，家己出力，年纪可能也比我大了哈，最少退休比我较长了哈。他做拍名，他在那个纽约的那个中央公园啊，他一个人就在那里要演讲。啊，一群人好像游客的换一些演讲，我看了就很感动。那你今年七八十岁了哈，老人哈，哦，没有那么老，抱歉啊。那不笑脸的吼，阿姨啊呢，在一块游客底下一直起来讲 ，We are Taiwanese， 啊，asking your support for Taiwan， 家己在那讲。那是讲哈，那是讲诶，遐游客是讲这个地上哈。甲迄个 Kentucky Fried Chicken 迄个老公公面相足熟个啊，啊，徛伫遐哩演讲，那是讲我嘛很感动啊。伊讲遐演讲、游行，造成一个，我希望伫台湾吼，我拄好讲吼，蔡东英李部长、前李部长伊推动伫台北、高雄、台中那个三场，那当然可能我上台啦，吼。那个时候就怕免民进党嘛，你推动入联公投我伫台中，非常我伫做立委哈，也联署了差不多将近满几个人联署，上一笔迄个联署的迄个公投的迄个联署单内底所以我想我多有讲哈，咱希望讲哈未来的这个立法院。民进党、台联、时代力量，甚至国民党，伊若干，伊嘛请伊提出来，大家做来杀，不分党派，不分朝野，陈信兄吼，你先你讲，即个公投吼，你啦，我嘛你想讲，要杀公投吼，爱有一个推动小组啦，要推动小组。已经是蔡东营经理会哈，当着邓去啊，我说笑两面就笑，以我做安鼓动风潮，透过民进党，透过让大家成立一个动员的小组，千年署单，所以赶快呢，我嘛希望讲蔡英文总统吼，还是民进党的党主席吼，大家时代力量在热血，诶，在团结，本土的社团，大家做会成立一个。推动小组可能，让请张社长哈来上，成立一个，推动
台湾入联公投的推动小组去联署。好，啊，这宋先生哈，啊，二八出来讲哈，在咱民间推动公投，入联公投以外哈，一共信息一旦由行政官员的总统，总统是最高的行政，以来宣布台湾家己联合国，我是足希望伊讲啦。但是讲，我去年要去联合国以前，我有去拜访李大伟外交部长，伊嘛足支持啊。但是就像你讲的，第二天伊就避免啦，伊就讲伊歪煞啦，伊很尽力要帮整万啦。你民间去做，但是政府啦，现任是蔡英文的总统嘛。哦，一定刚接了伊嘛，就是去联合国迄几下刚翕相啦。但是第二天了以后，伊就讲，因为实施现实的困难吼，外交部啊无法度上要家己两人讲这个代志。所以当然是大家足希望，我真心表达蔡英文总统咱更加加油，哦，甲党去希望总统，吼，像变也是在十年前讲台湾要家己两人讲。总统若讲无用，外交部长大家都驻外代表才会叫话头的，哎，总统就既然讲咱嘛来上。啊，所以今年到尾，我希望我想叫无一千个嘛，套了八百个出来，伫纽约个街头来遐游行。哦，这是我嘛，吼啊，足同意宋先生哈啊，这个啊，这足少年的迄个理事长哈，哦，咱做来上，做来上，哈啊，好啊，咱要继续哈。Hello。来报告吼，咱蔡部长即个是真好个册吼，天佑台湾吼，即个册，伊讲要义卖啦吼，啊义卖即个钱吼，来捐予即个咱即个台湾基金会吼，来开销个吼，啊大家等下，大家拿去吼，迄个。咱我最近伫咧思考一个代志吼，就是讲天咧，作弄台湾啦，啊变啊总统迄阵遐尼认真为台湾的迄落，但是迄阵的环境是遐尼歹，伊一个压袂住，伊就用压咧讲伊爱讲四不一的，啊讲到尾啊，伊做个代志，甲迄落个吼阿萨洪，伊讲伊是穿个美国，啊今仔日吼，咱即个这吼有较好个。哦，国际国内的环境，哦，咱应该台湾可以起飞，安尼会当国家能得了安尼吼，啊，但是呢，咱今仔日政府就是讲，还要看民意，啊，这民意就是讲，咱大家爱来拍，哦，伊假使讲无认真咧做，咱阿个杀阿会当做，啊，这是咱的目标，哦，阿个所以咱阿个有啥物人要。卡拉登来周医师跟，也可以比吼，刚那个有一位医生大哥，旁边那边，他说过去。有人捐一千块吼，我袂变一分啦吼。啊，我只今日另外台中来吼，啊，要派吼派无遐多，所以讲三本来尔吼。啊，我咧想讲，咱要帮咱这个海达格兰基金会吼，所以才三本啊，这三本吼，啊，预备啦吼，啊，100块无遐少啊，1000块无遐济啦吼，啊，咱三本预备吼，都。哦，那个张业生哈，董事台大哥的基金会哈，我想你嘛不是讲这钱啦哈，就算了哈，啊，所以我想再表达咱的心意哈，啊，看别话这啊，都条这个张业生条基金会哈，表达咱的哈，咱的管理来付出帮忙海大哥的基金会哈。海大哥呢？这两位女生在买过，我甲敲电话，甲敲两遍呢，讲一定今日来啊！要哪位个问我？即嘛过了十分，刚才一定要十分钟的时间，有无？好来。请那个
麦克风。上次那个在就是有三四千，后来变三四百，除了马英九的这个原因之外，有没有说我们自己这边有什么挫折，或者说什么其他的原因？就是马英九的那个跟陈水扁的比例有悬殊，所以那个人数的悬殊，除了政府的不同的政党的关系以外，有没有别的原因？人数在找出那个原因呢、啊？好，我等一下会讲原因哈。哎呀，我没讲啊，我就该正式该回答完了，好不好？哈，来，要不我。好，阿玲哈，贵县哈，陈老师哈，好，请坐哈。陈老师问这个问题哈，也是今天我刚刚要鼓励大家，咱家己爱觉醒起来，用行动，不是讲伫嘴的。那说阿扁啊，2000年政党第一次政党轮替。他就很积极，虽然以铁石公哈、啊、这个四不一没有，就是伊伫2003年、2002年去美国过境去中美洲访问的时候，那个都我是迄个驻美的外交部派驻在华府的驻美副代表，我有参加接待，他在纽约接受了人权奖。金牌奖公开演讲，讲台湾中国一边一国啊，他那个时候就提出讲，总统选举办公投，伊一定要公开来讲，所以美国迄当阵啊，小布希总统吼嘛足紧张的，讲啊你总统连任选举要办公投，是不是要讲统独公投？所以阿扁啊，伫2002年、2003年的时阵哈，伊就是表达讲，台湾要加入国际组织，台湾要加入联合国。他讲了一句话，外交部交委员就躲完啦，甚至外交部都邀请迄个三太子去，咱去参加游行啊，就邀请。足济台湾人哈，诶，合唱团啊，客家合唱团啊，百几人去华府啊，去纽约遐唱歌啊。所以一个拄啊，迄个宋先生讲，由行政官员长官就是总统，讲台湾要甲人讲，啊，讲一句吼，海内外的台湾人就是会对啦，甚至政府会补助一寡。经费，因为要去啊美国吼，伫啊一礼拜十天吼，啊就很辛苦，啊佫家己出钱，所以啊政府吼多多少少会到补助一寡旅费吼，会较侪人去。啊，所以即就是讲一个国家的总统，一个国家的外交部长，外交部长若讲拜托，即友邦国家的驻联合国的代表来当替咱讲话，即个。国家虽然是拢世界国家，因个伫联合国也是伫 WHO 世界卫生组织就替咱讲话啦。因为我看到即世界国家捌替咱讲话，但是以前阿扁啊总统的时代是，好多要20国替咱讲话，即马剩8国、10国安尼，就表示外交部无用心嘛。马英九的时代外交部无用心嘛，因为马英九就是外交小兵啊。所以我讲，放听听啊！起码民进党的时代应该爱国思想，啊，无政党轮替是要讲要做啥？所以这点我嘛是感觉讲，希望咱哈，百姓咱来觉醒。假使讲啦，今年哈，九月啦，吼，要去联合国，假使咱啦有超过60个哈，我咧讲，驻外代表处哈，美国这个代表处，因的大使啊，因的代表都无思想。我是讲，你会记得迄个李社长，咱两年前去啊，马英九接见啊，咱去啊纽约无啥物插乱，你知影无？去个华府嘛，要插哪样插的？但是即马政党轮替了，伊也上少外交部，咱讲咱有几啊十人要去啊？哦，
华府建设请咱吃饭啊，伫纽约建设外交部驻纽约代表处的建设一个宴会啊，所以政党轮替的意义比较所在。所以咱期待讲吼，蔡英文总统即马访问中美就回来了，会当更加怎么样来参加国际的组织，加入联合国跟定，啊，他会当更加积极有所作为啦。伊安念起来，好、哦、啊，所以你讲安念起来就对了哈、哦。这我以上讲的啦哈、哦。好，安尼要有其他的无？那无吼，啊，我这本册吼，啊，若要爱要买人，要寄货人，啊，想讲寄那三本无吼，啊，你的名留落来吼，啊，我看设法的，啊，这样寄来给你也是，看袂出代，我交予张业生社长吼，啊，你这样来甲贴安尼，安尼好无？吼、啊，因为我实在是排卡啊排卡啊打徘徊吼，啊个啊个啊个坐卸货车，个坐捷运吼，啊，所以刚扎三本来尔吼。啊，多谢！搭几位，搭几位，你爱手搭一件件，上面人提一千块来，哪一位？我请陈老师。哦，好好。这个我会给你签名啦，哈、哦，好不好？哈、哦，好，谢谢。好、啊，幺五幺五。哦，你要买书，安尼好，安尼好，可以塞，可以塞。哇，伊嘛阁寄一千块呢，我惊伊应该就摕十本来，啊，就就开大哥来申请。好，安尼我加甲伊写。啊，你本现场。我来等你签名，写袂煞，煞了以后再来签名，好嘛？好。好来。哎，今日足多谢吼，蔡部长吼，给咱足精辟、足丰富的论述演讲吼。啊嘛，感谢大家吼，对这个论坛的支持吼。开大哥咱基金。学生会哈，伊、那个有十个月拢有办这民主讲坛哈，啊，甲这个台湾社、台湾北社、台湾客社做伙办安尼吼，啊，感谢大家先拜大家爱台湾人吼，的支持，咱继续来拍，啊，咱台湾变成一个正常国家，这是咱的目标，啊，咱的目标啊，佮有这个啊一个正名这个。入联合国，哦，这个真是咱的，要做的事情。啊，好、哦，咱的节目已经嘛就是，哦，他着重于这一类，哈、哦，转型正义些这个内容，哈、哦，啊，咱这个，哦，入联这个这咱大家做位来上，哦，正义，哦，大家做位来上，哦，再次感谢大家，哦，感谢大家，感谢大家。